新鲜事简单报，影像新势力带你看每周新鲜三资讯。大家好，我是 PewByBox。 尼康正式发布 Z72 与 Z62 两台新机，两台新机在 Z7 与 Z6 的基础上使用双 Xband 6处理器，带来了更高的连拍速度、连拍缓存以及对焦性能。 Z72 连拍速度可达10张每秒，一次可拍摄约77张， Z62 连拍速度提高到了14张每秒，一次可拍约124张。尼康提取了用户意见，将存储卡槽升级为 SD 加 CFE 双卡槽，同时也提供了 4K 60帧视频录制能力与边充边拍功能。不过我觉得价格才是这次最大惊喜，尼康 Z72 市场参考价19799元，搭配2470F4套机售价23799元，12月份上市。 Z62 市场参考价13799元，搭配2470F4套机售价17799元，搭配24200套机19299元，11月份上市。与机身一起推出的还有一款 MBN11 电池夹，可以安装两块电池，并可作为竖拍手柄使用，售价23999元，12月份上市。虽然这两台新机升级幅度不大，但是升级内容和定价方面相当务实，毕竟好用划算才是硬道理。另外值得振奋的是，尼康再次更新了镜头线路图，此次在镜头线路图上新增了一支 85F1.2 与定位高端的400定600定，值得期待。富士正式发布轻旗舰无反相机 XS10， 新机采用与 XT4 同款的2610万像素 CMOS， 内置最高6档防抖性能的机身5轴防抖系统，最高8张每秒机械快门连拍，30张每秒电子快门连拍，包含经典铺片、漂白效果的全套18种胶片模拟模式， 4K 30帧全高清240帧视频录制能力，并且还具备富士 XH1 类似的宽大手柄和 XT4 类似的全向翻转触摸屏。官方售价单机升6999元，1545套机7699元，1855套机9699元，1680套机10490元，10月15日开启预售，并且在双十一预售期间付100元定金，最高可抵800元，单机升6499元即可入手。就这规格和就这定价，在 APS-C 画幅机身中真的是香气四溢，富士未来2年的销量之王非 XS10 莫属了。同时发布的还有 XF1024F4 二代，提供更好的操控体验，升级为内对焦内变焦，具备三防性能，提高一档防抖效果，改善画质表现，并且重量还减轻了25克。这款新镜头将于11月份上市。另外还有两支镜头宣布开发，分别是 XF70300 与 XF18F1.4， 这两支镜头都将于2021年面世。XT3 也迎来了两型大部件，新的4.00版本部件新增人眼脸部自动识别功能，低至-7 EV 可用弱光自动对焦，以及0.02秒的最快自动对焦速度。松下正式发布模块化摄像机 Lumix BGH1， 新机采用松下 GH5S 同款1020万像素 CMOS， 双原生 ISO， 4K 60帧全高清240帧 Vlog Air， 无线录制时长功能一应俱全。方块式结构具备主动散热模块与大量螺丝口，以便安装各种配件。预计12月份正式上市，售价约2000美元，约折人民币1.3万元。佳能正式发布 EOS M50 Mark 2，采用 EOS M50 相同的 CMOS 处理器，性能参数、外观和重量，提高了眼睛检测自动对焦性能，支持人工智能伺服对焦，支持触控追踪自动对焦和竖拍短片拍摄功能。海外售价84700日元，约折人民币5400元，11月份上市。之前作为新概念相机展出的单眼望远照相机 Power Suit Zoom 也正式发布，内置100、400、800三档焦距，1200万像素，10张每秒连拍，并且进行全高清30帧视频录制，重量仅有145克，适合用来观看演唱会和体育赛事。10月份上市。佳能还发布了一款旗舰级机顶闪光灯 Speedlight EL1。灯头是以代表佳能专业水准的红线标志，首次采用大容量锂电池 LPEL 进行供电和主动散热功能，支持高强度连续闪光、快速回电和长时间连续拍摄。海外售价12800日元，约折人民币8200元，2021年2月份上市。大疆在本周也发布了一堆新品，我先从大家用得到的产品说起。大疆正式发布两款稳定器产品 DJI IS2 与 ISC2。 IS2 是如影 S 的升级版，采用碳纤维轴臂设计，自重从1.8公斤下降到了1.4公斤，具备4.5公斤负载重量，全新泰山增稳算法，高效率调频设计，1.4英寸触摸屏，12小时续航时间。不过这次最大亮点是 IS2 具备大量选配配件，无线图转可实现画面自动跟随功能，3D 跟焦系统可实现手动镜头自动对焦，使拍摄难度大幅度降低。标准版售价499元，专业套装599元。 ISC2 是如影 SC 的升级版，采用可折叠设计，收纳平面尺寸仅有半张 A4 纸大小，通过不同折叠方式可在手持、倒挂、手提、手电筒、竖拍以及收纳等6种形态自由切换。
负载重量从如影 SC 的 1.5 公斤提升到了3公斤，自重从 1.1 公斤增加到了 1.3 公斤。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，松下 SEH 加24105加兔龙可以在 RSC2 上轻松使用，和 RS4 相同的泰山增稳算法，支持一键切换至竖排模式，兼容鹰眼无线图传系统。标准版售价2699元，专业版套装3999元。大疆还在行业应用领域发布了一款全画幅相机云泰蚕丝 P1， 具备4500万像素全画幅传感器，可高效率拍摄大面积建模作业。不过作为摄影摄像用户就别想那么多了，这款云台搭载不了雾二，是要买经纬 M300RTK 的，没有几十万可能买不到。以上就是本周西安私家资讯，大家下周再见，拜拜。